要来开箱的就是极速领域第二辆由仿生技术所打造的超萌科技车。首先，这次科技的上架时间共150天，有非常足够的时间让各位存点券慢慢抽。另外，这一次推出的认养科技的活动，可以透过活动领取右边的美味肉肉，而美味肉肉也可以用来打造科技车，所以还没入手的人不用急着抽出永久车，可以先开着天数车体验一下手感，再来决定要不要抽出永久的科技车。而这个认养科技的活动日期从现在到9月22，这边帮各位计算一下，全部领取到的话可以拿到137个美味肉肉，共可省下约38900点券左右。所以想要省点券的朋友要记得每天上线领取免费的美味肉肉。那么这次科技的推出一定让许多玩家措手不及，因为有些人极夜幽冥都还没抽完，加上蛋炒饭和逆天鹰的返场，以及点券时装主让之下的推出，都是大量回收点券的活动。如果还在选择优先顺序的话，这边兔兔会先建议入手极夜幽冥，而这一次的科技车先领取美味肉肉，等后续官方是否还有回收点券的活动再来做打算。那兔兔秉持着实测精神，直接帮大家测试这一次的超萌科技车到底要花多少电池才能打造出来。这次也稍微逛了一下讨论区，有不少人还没打造十格就直接抽到永久车，看来这次的科技车出现不少欧洲人。而通常抽这种工坊颗电池，扣除137个美味肉肉，还需要187电池，所以大约还需要准备53000点券。这个数据给各位参考。这次的科技车以收藏角度来说，很适合大家收藏起来，而且这台车是点券入手，但不推荐用钻石抽取哦。接着看到就是这台科技最萌的地方。开启氮气时，那抖动的臀部真的超可爱，所以在跑图时会一直看到科技后方抖动的屁股。但以实用性质来说，还没入手极夜幽冥的朋友，还是建议先入手极夜幽冥，再来收藏科技车。来到六角图，可以看到漂移和延续属性偏低，集气和速度还不错，看来是一台需要适应起漂角度的车款。特性部分，每秒制动集气 2.8%， 每隔5秒有 50% 的几率8秒内小喷最高速度加4公里。改装部分，改右左，双喷246.0 ，WCW 290.6 ，CWW 308.5，有特性的 CWW 311.7 ，WCWW 313.0，有特性的 WCWW 316.6。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报道，晋级的科技直播场于8月8号星期日下午2点整，一起开着超萌科技来玩吧。那
么这一次的科技车值得大家录什么？首先，先说说缺点好了。手感上来说，漂移属性偏低，所以在进阶时的起漂角度确实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转向上也有点略显不足，动力的加速度也没有那种瞬间加速感，所以撞墙失误的话，要恢复原本的速度就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提速。但以优点来说，这辆科技的节气量还算不错，搭配自动集气的特性，在卡气的时候会轻松许多，速度算中等。以现阶段车种来说还算够用，搭配每五秒就有50%的机会让速度提升4公里，在触发特性的几率来说挺高的，但在竞速的实用性质来说，还是极夜幽冥略胜一筹。所以点券不够多的朋友，兔兔是建议可以略过这台科技车，毕竟在未来的不久还会推出二代古柏车疯狂二哈，所以在实用性质来判断的话，兔兔是不推荐花点。